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，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。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，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，我要的幸福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抵挡末日的残酷，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用双手去碰触，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抵挡失落的痛楚，一个人的路途也不会孤独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用生命做长度，无论我身在何处都不会迷途。这是我想要的幸福。你说那么突然的，这明摆着是这奉子成婚的，这有些老师有的朋友们就不好意思叫了，他们有他们的想法的。如果就叫一些比较亲近的朋友，就没几个了。爸，人少没关系啊，我们把菜做精了不是一样吗？我问这个意思，这几年啊，除了四月，每个月要吃两次喜酒，老朋友的孩子们结婚，你说没有1000块钱是拿不出手的嘛，是吧？这本来想着这如果这么下冰他这那么对吧，到时候大家又请来，那么这个你这说半天你说什么呢，都说不清楚。我帮你说，那这样，夏爸爸然后这几年他送出去礼金，他想借着那个夏冰结婚把这些礼金收回来以后呢，他想把这笔钱去买那个谁做广告来着，刘德华做广告的那个按摩椅，他想买回来。这些人老了嘛，按摩椅比这个吃药管用是吧？我明白吧，如果说礼金拿出来了，你这买不上不够没关系，差多少我给你贴多少，对行不行？这说的我心疼。你高兴了，高兴了。你们就这么把我也嫁了？我说咱能不能先不办婚礼啊？等我把孩子生下来都消停了再补办一个婚礼吧。得了吧你，生完孩子以后你不知道自己发多胖的，你到时候婚纱根本就穿不了，赶紧趁现在啊。我从懂事开始吧就开始幻想自己当新娘子的这一天，我要穿全世界最漂亮的婚纱，站在全世界最浪漫的地方，接受全世界最多的祝福，然后再结婚呢。前段时间那个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结婚呢，我还想着我的婚礼总不能比他们差到哪儿去吧。哎，我还这么想呢，可能吗？啊？喂。多少钱呢？你说我砸碎了呗？咱这么着啊，现有的能力的基础上，我把我所有钱拿出来，我给你办一个最好的。不，那得花多少钱啊？再请多少人，这收不回来的，你得算一算呢。按摩椅肯定不。我想要的都没有，本来有的也丢了，这不想要的，一样不差，通通都来了。不是，本来什么丢了呀？冰雹，哎，
这种东西不是给老人办的吗？对不对？老人高兴了，这咱这个事儿才能踏踏实实的这成为好事了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你要说你要想办个好的没问题啊，我也想给你办个好的呀。咱现在不是时间紧迫吗？咱这么着，等咱孩子生出来，带着孩子咱办一个。你想飞哪个国家，咱就飞哪个国家；你想办成什么规模，咱就办成什么规模；你想要什么样式，咱就什么样式。你说是潜水的，你说是跳伞的，你只要咱不死，我怎么地都陪你。真假的？我发誓。我要去巴黎。巴就巴黎呗。陪我蹦极。对啊。我。反悔了。埃菲尔铁塔蹦下来，咱就碎了。醒下来。哎呀，你还不信我了你？手印，他至于这么正正式点好？哇，他嘴真大！哎呦，我叫爸爸了，爸。正仔细研究厨艺，我保证，即使夏冰喜欢上别人，我也全心全意的祝福，并且迅速让路。我脑袋被驴踢了，我能写这种保证？你们骑我脖上拉屎，然后还让我祝你祝我去干嘛呀？放手！收！是为了防止你们男人朝三暮四、朝令夕改，听到没有？证据都在这儿呢。嘿，中午耽误了你的墨鱼饭，现在给你补上。哪儿买的？你说的那家店呀。特地跑那么远，算是给你道歉喽。出来吧，我也没吃呢。哎，你女儿那边呢？我也想了，你带她出去买点东西，花点钱也是应该的。我过几天也会带她出去，送几套衣服给她。哟，谢谢你啊，这么好。说说看，这女儿长大了，她需要开导开导了，对吧？她能来找我聊天，我已经阿弥陀佛了。你说她妈文化也不高，跟她聊几句，两个人就吵起来了。那我这个做爹的，你说我不多说几句话吗？那也怪你自己啊，就找了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做你老婆，就没上大学而已。所以我就跑走了，我跑出去又跑过来。这一回来一看，我跟他更聊不上话了。人家现在带着女儿跑来上海打工，显然是冲着你来的呀。嗯，这我就没法阻止啊。所以你帮忙，帮的不能过分啊。你不能让他以为他现在还能靠着你，否则一年半载的，你们成了上海一家人，那我成了什么东西呀？哎呦，怎么会呢？你说我跟他聊什么？股票？还是法国电影？聊女儿啊，他也就这点要挟你了。
祝菲儿，我们俩有一天有了自己的孩子，所以呢，这个周末你陪我去双人瑜伽课。我们能不能换一个，打网球？不行，双人瑜伽课有助于怀孕，精神和身体同时打开了，做好接纳的准备。上次让你复印的东西都印好了吗？印好了，都在这儿呢。看这样子只印了一份啊，一份可是不够的。当然不够了，三份吧，六份吧，省得不够用。好。前妻那下场可是无比悲惨的，咱别跟他一般见识啊！不怕，我有办法。也还是我们的前台，这是我们杂志的第一印象。你穿成这样，像个后勤大妈似的，我们杂志的脸往哪儿搁呀？还有你这颜色，怀了孕了是不是审美，审美也退化了呀？夏冰啊，主编让你把这两本杂志送到欧珀莱客户那里。一个小时之内必须送到，不管堵不堵车，不能晚了。哎，小宝宝，哎，你放心吧，杂志我都拿好了，不是两本吗？保证按时完成任务，你不要着急，好不好？你快点啊！是我们盛高假日酒店的盛世宴会厅，是无住的，然后旁边那个厅已经订满了，现在只有这个小厅了，可以容纳十桌左右。好，谢谢啊。没事。这会不会太小啊？婚礼时间定得这么着急，要想大也定不到了，这个还是请人帮忙的呢。哎，我看这鹅肝呢，就不要叫了，因为动物这个内脏啊，好多毒素的。哇，还有这羊肉啊，最近不太好啊。啊，还有这个西兰花，那个农药的残留特别多，是吧？啊，还有这个。夏爸爸，照您这么说，什么都不能吃，还点什么菜啊？哎，鹅肝你不能吃，鲍鱼、鱼翅、海参你总能吃吧？这婚礼上面你总不能说全是素的。放心吧，你说的这些啊，到时候都会有的。那个经理呢，你过来，我给你提个意见啊。你看看这个台能不能再加宽一点？这个上下场我觉得好像有点小。啊，这没问题，都可以做到的。啊，上什么场啊？跳舞啊。那个，我那些小姐妹这两天都在抓紧排练呢，就想在那个夏冰婚礼上面来上一段。我倒是赞成婚礼的时候要活泼一点，但也不能失了严肃吧。
我到时候啊，请了我们副区长来做主婚人，那个秧歌队来不合适吧？那我们又不是机关开会，你说副区长来干嘛呀？再说我们也不认识他，跟夏冰也没有半毛钱的关系。哟，亲家，亏得你现在告诉我啊，要不然的话，到时候别闹出什么笑话来。人家想请还请不到呢，那谁爱请谁请呗。亲家母，我看不如这样吧，那我那丈母娘还健在，请她做主婚人，我认为是最适合的。你觉得怎么样啊？那到时候再说吧。那个，今天在这儿先试试菜，怎么样？好呀，好啊，哎，先试试菜啊。各位这边请。来，这，新娘子来喽！来，对不起，我们来晚了。怎么会来那么晚啊？宝宝这么晚才到，怎么回事？快坐。那个今天是试吃，这些菜先试一试，如果觉得不好，还能跟他们说。那，我记下来啊，待会吃完就忘了味道了。那个亲家，这里面呢有20万块钱，就算是礼金吧。哎呦，这个，反正以后啊也是给夏冰、元宝他们自己支配的。本来呢结婚前想把房子装修一下，看来现在也来不及了。不过宝宝说想买辆车。那买车的钱也在里边啊？就是买辆上下班开开的，10万左右吧。那不是，那现在牌照就得7、8万，那你说再加上车子的话，那这钱不就没有了吗？说不定还不够呢。其实我也没觉得我儿子这么快就结婚了，所以很多事情肯定是仓促的，我也弄得很措手不及，还请你们谅解。不管怎么说，结婚的房子是现成的。妈妈，看到孩子份上，不要这么计较了。哎，我们还有那个份子钱呢，这边零零碎加起来也有好几万呢。爸，其实我妈早就说过，这个份子钱我们家是不要的，都留给你们家。你们可能不太了解我妈，我妈这个人是其实并不计较这些事情的，反正就这么定了，好不好？来，下，我们借这个机会，我们两个一起敬3位老人，无论婚前婚后，你们永远都是我们的长辈。来，妈妈，来，爸爸，来，好，来，爸爸健康，来，妈妈快乐啊！好了，你得这么想，就说你请的这些领导，给不了几百块钱，因为你犯这个小心眼干嘛呢？咱们既然说要办，就把它办得漂漂亮亮的，他们家人满意，这事就成了。20万还嫌少，我们家的人态度已经够好的了，在细节上也没法跟他们沟通。我看啊，夏冰他妈妈、他外婆，再加上那些秧歌队的人，就能把婚礼给闹翻了。你说副区长妈容易吗？请人家到，哦，你让我现在给人家回掉啊？我以后怎么做人呢？再说他爸爸，这个不能点，那个不能点，一桌的素菜倒是给我省钱了。哎，有这样的吗？啊，你说说，有这样的吗？没有。还有夏冰，黑婚纱，亏他想得出来。哎，白婚纱，真的是白婚纱，黑腰带，那不也是黑的？婚礼上怎么能出现黑的呢？多不吉利啊！长这么大，这点规矩都不懂。他是时尚圈的，你明时尚，你外国都那样。那我不管，得把黑的给拿掉。妈请了那么多领导，那他也不拿掉，我不出席啊。哎，你不出席，领导来了谁管啊？你不出席的话，我婚礼我还办不办了？那我不办了，我不结这个婚了，行了吧？你不出席，
谁将来抱孙子？这么大个一坨，白白的、肉肉的，一闻还喷喷香的，你不要了，你全让他妈抱，你乐意啊？就因为一条黑腰带，不值当。忍忍，你试试。忍过去，咱把夏冰娶过门了，我天天给你洗脚，我做饭，行不行？我和夏冰，我每天我好好我们孝顺你，真的吗？你就忍一忍。你说你儿子这个条件，你儿子长成这样，你也不是不知道啊。你们给的，啊，不算是你给，你也很漂亮。对不起啊，爸，是吧？那你说我怎么办？你说的什么呀？是啊，说我能娶上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不容易啊，相当于引进了一个非常优良的一个基因，哎，对不对？很漂亮吗？只有你觉得她漂亮，漂亮怎么了？能当饭吃吗？你嫉妒她？哟，我，你这个老太太，你说什么？你动机不纯，你嫉妒她？我嫉妒哪儿是哪儿啊？你人人都觉得她漂亮，就你觉得人家，哎，忍一忍。我都忍了半天了，我忍了半天，我忍到现在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再忍忍，好吧，马上就到头了，海阔天空。我发誓。哎，王芳。哎，夏冰，你觉得我这件衣服怎么样？你怎么觉得有点显胖了？好像。怎么吸这一口气呢？哎，我再去换一件。妈，是我结婚，不是你结婚，差不多行了。哎，这是在婚礼上啊，人家要比的，丈母娘、婆婆谁更年轻啊，谁更洋气？我又不是为我自己了，我是给你撑面子啊。夏冰，夏冰，这套好看吗？好看。你说20万，他真好意思说得出口啊？不把汽车算在里边，我都嫌少。人家又不是挖矿、修路、做生意的，拿国家工资能有多少钱？我发现你在这事上，哎，你倒挺想得开的啊。要我说啊，他们袁家远不止这点实力。我敢说，哎。就因为看我们现在肚子大了，哎，给多少我们都得接受啊。那我就给元宝打电话，就说20万我妈看不上，不加10万不结婚。你干什么呀你？啊，我不就说一句吗？20万就20万好了。哎，你说话呢？但对外，我们说50万。听见没有？咱俩同一口径，绝对不要说漏嘴。你听到没有啊？好好好，保证，保证。哎妈，我记得你有条旗袍挺好看的，是不是？我有旗袍吗？有，我记得有，你去找找。真的，我买过旗袍的啊。嘿，我买过旗袍的。喂，我让你办的事情还没办了吧？准备什么时候办呀？哎，周末有时间吗，豹子？一起出来玩啊？周末有时间吗？别废话，我在问你周末有时间吗？哎，豹子。周末有时间吗？你听明白了吗？
豹子，我要见你，一起出来谈一谈吧，有些事情要跟你沟通一下。You know? OK。那个，你周末有时间吗？夏夏，就是夏冰啊，说想约你，你看看你成吗？好，好，看你方便啊。好，嗯，拜拜。要结婚了啊！主要是肚子大了不好，切正题，切正题。今天就是看看你有没有那个时间啊。愿意的话，你要不然你来一趟。要是觉得尴尬的话，不来也行。是。夏冰狮子座的，本来就有点脾气，现在怀孕了，脾气会越来越大。生孩子以后也会继续。你说这干什么呀？对，好，说的有道理。但其实他只是一个孩子，很快就会是一个带着孩子的孩子。你要负起一个做丈夫跟父亲的责任，仗着他一点，体谅他一点。夏冰爱出门，她特别爱打扮，但生了孩子以后一定会变得很操劳。你要想办法帮她处理好一切的事情，让她省心，让她可以像她之前那样子开开心心。还有你夏冰，你生了孩子以后可真的就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那么任性。你再也不是一个人，你是一个母亲，你是一个妻子，你身后有一家老小，你要学会顾及他人的感受，甚至可能要改掉一些自己的习惯跟嗜好，像为了你的小孩着想，麻辣烫这种东西就千万不要再吃。这怎么又说回麻辣烫去？这事有什么关系啊？豹子，就放心吧，我肯定对他好好的。我让夏冰这辈子不愁吃不愁喝，衣食无忧，每天都幸福，你就安心吧。Thank you.
黑衣人的意思啊。你为什么也穿上了？我伴郎啊。那你呢？我也伴郎啊。怎么了？不是不是，咱不是说好了就帆哥给我当伴郎吗？因为你看，你要是给我当伴郎的话，多少会显得我有一点猥琐，是吧？得了得了，但是他要是给我当伴郎的话，我就会显得好看一点。你猥琐多少年了都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明白了，这还不明白啊？正儿他就想省你一身西装钱。哎，不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怎么猥琐了？老郑，他是这样啊，你看，我一共不到十桌，对吧？我至于要俩伴郎吗？他喝酒我收钱，哎，这又喝酒又收钱，那是要出经济问题的。我告诉你，元宝，要么两个你都要，要么两个你一个都别想要。你这什么道理？结婚的时候你们两家要是打起架来，我们还能一边一个帮劝架。看我点好吧。哎，元宝，你跟我说说吧。这婚礼上有没有可能出现那个极品的未婚女婿？哎，那太多了。就比如说有一个叫仙仙的，我妈老同事的女儿。不许跟我抢！你买单去，买单去，赶紧快，抓紧时间。不，我再试试这个白的啊！啊，快，你快抓紧时间啊！不是，我穿白的也行吧？好，行，这样就不猥琐了。试试，试试，嫌你啊！别跟我抢！哎，等会儿。哎，服务员，三件全部打包啊。好的。你听我好好说话。你说。我独身很久了，这次能让给我行吗？我也独身。放屁！你那么多女朋友呢？那是我妹妹。你上次说是你女朋友，那真是我妹妹。抢你妹呀！你妹！你妹！你妹！妈！妈！夏冰同学，请问什么事？你看，我这件衣服前两天还能穿呢，今天就拉不上了。小孩子日长夜大的，你帮帮我呗。来，哎，你不准吸气啊，不能使劲啊，孩子待会儿憋坏了。我儿子怎么可能这么脆弱？来，使劲儿。我使劲儿了，但是还是差一点儿。啊？那怎么办呀？让我穿什么呀？哎呦，还是不行！你干嘛？哎，你不能穿塑身衣的，孩子待会儿在肚子里面长歪了怎么办呢？不能穿啊！不会吧，小斌，你把这婚纱脱下来，我想办法帮你弄大。你怎么弄大呀？你别管了，你睡你的觉，把那个婚纱脱下来，准保明天你能穿上。赶紧脱下来啊！哎呀，你干什么你？轻点，那个夏冰嫌小，我把它撑大一点，拿熨斗烫了一烫。哎，撑大2公分肯定是有的。赶紧给我拍张照片，我憋着气呢。什么年纪的，拍点照片，这像什么样子？干什么？我这辈子我又没有穿过婚纱了，赶紧的，给我拍照。我憋着气呢啊。哎呀，别急，不要别急，这岔气了，这肝会疼的呀。啰嗦，快点！好，等一等啊！老夏，不好了！老夏，那怎么办呢？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呢？不，赶紧找块布补。元宝朋友啊，皮肤怎么这么好啊？你做什么的？我是做房地产生意的。
说。你号码多少？我幺三。你拨吧。留个微信吧。啊。来，用你的手机啊，给我打一个。进去，来，先生，你们马上到啊！对，马上，我来解决。快点，你看我婚纱是不是裂开了？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啊！拿这纱挡能挡，挡不住啊，不行了。怎么办呀？那我们也得上去啊，那么多人等着呢。我没有婚纱，拿什么结婚啊？从头到底忙忙叨叨，我就知道又出事儿。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，好不容易挑了件自己喜欢的婚纱，临到结婚还是穿不了。都怪你，我要不是怀孕了，我什么样的婚纱穿不上？是，肯定是怪我呢。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呢？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呀？要不咱现在买一条子行不行？都这时间了，我去哪儿买呀？哪儿多咱上哪儿买，我就不信买不着婚纱了。我不能因为这点事儿耽误我结婚呢。就这么定了，你别着急，我来解决。来，别着急，司机师傅，开车。我心里面本来就很舍不得，怎么你看咱俩是？进去啊！里面，元宝和夏冰怎么还没来啊？啊，那个来了，他们在外面有点事情，马上就来。马上就到。哎呀，有什么比结婚还重要的事？来了。哎呀，好，同学，进去坐啊，谢谢，带着东西啊。谢谢。这边。哎呦，芊芊，哎呦，我真没想到你打扮得这么漂亮，哎，就是比新娘子漂亮。芊芊啊，阿姨跟你说啊，谢谢。元宝哥哥今天结婚了，虽然你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你对他也很有心，但是结了婚还能成为朋友的嘛，对吧？对，别不高兴了，做朋友，快进去吧，来，真漂亮。稍等一下啊，元宝，我还这件行吗？好，走。哎，下班了你是吗？下班了。那个，明天再来吧。不是，你稍等，就是我们买一件婚纱，很快。婚纱？你们这不穿着婚纱吗？我婚纱坏了。不好意思，真的下班了。不是，是这样，你看啊，因为我们正在举行婚礼，现在所有的客人都到了，你说我们俩没到，这成什么事儿了？我们就要这件就行。对，就这件。那是人家客人定做的，里面那件也行，那件也是。你们家有没有没定的？没有，真没有。不是你帮帮忙，就是五分钟，你下班晚五分钟，我们这婚礼就结成了。真没有，我下班了。圆一下，明天再来吧。漂亮。收银员都下班了，那边我刚才来的时候看见还有一家，走。
这是一家婚纱店。哎，元宝，那件也还不错。哎，你说咱俩是不是命中注定，就没那么容易可以结婚？命中注定，我今天晚上必须娶到你。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啊？结个婚连婚纱都坏。哎，你看那儿，那儿好像还有一家。时间来不及了吧？怎么来不及？万一人家没关门呢？要不算了吧。我们去看看去干嘛？干嘛算了？快点快点，来不及了，快快去啊！快点啊！在哪儿啊，元宝？元宝。元宝，你快出来！是这间吗？我们结婚来不及了，快出来！我在跟你确定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喜欢这一间？我确定，可是人家打烊了，你快出来吧！元宝，元宝，你别乱来啊！元宝。觉得累。